的爸爸，我的爸爸叫赵平阳，他的头很大。这个人啊，是药厂销售科的科长。当初听了你说的话，厂里才剩了那么多酒卖不出去。这个家本来地方就不大，谁那么好的？要钱没钱，要地方没地方。我的爸爸却因此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是广告？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吗？春江水暖鸭先知，我们要做就要做第一只敢于下水的鸭子。哎，小马，哎，太上，听说你拍了个广告啊，那得有气派，嗯，有格调，嗯，得有种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的感觉。他吹牛。准备吃饭。别蒙我，我可拍过电影。是个诗人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。天上怎么写诗？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跟妈妈待一会儿。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可大家的爸爸都没有回来呀。我就问，谁家爸妈说过真话？孩子们要是问起来，怎么说？实话实说呗，万一呢？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灯笼差不多，都是靠中间的火才能飞上天。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的，可是她很危险，如果发生意外，我也会死。自五月开始，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。九日下午，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。打进了，啥？打进了，打！老天爷站南这边呢。受到外力大于摩擦力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发生位移。而这个外力如果是地球引力，又能是来自于未知的神秘力量。哇，灯他自己掉下来，他自己摔碎了。他跟你一样不想活了。啊，是不是这个力量？你是从2050年过来的，大肚腩，双下巴，你这也太像人了。这谁呀？他是王阿姨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。
可是喜欢 cosplay 啊。今天那人，人家那是这个杀手不太冷。进学校的时候你酷一点，完全没问题。昨晚我确实也没看到，净看你妈了。我和我的祖国，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，号召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。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参考这张老照片恢复出来一堂课，来帮助一下范老师解决问题吗？我的爸爸，你是从2050年过来的？来北京看奥运呢？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，这是我们的底线。这次您回来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？爱吧，我觉得。好，注意感受。爸爸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个诗人，我的工作就是在天上写诗。大将军，啥？大将军的，大将军的，大。28年之后，两千万人齐声进大赶路。换来了红旗，我们要做叫做鼻子赶一下子的样子。3、2、1，6。好好的，老天爷站咱这边。全体都有。准备出发。同志们，这是最后一次试车，能不能完成任务？春江水暖鸭先知，我们要做就要做第一只敢于下水的鸭子。你是从2050年过来的？起来了。爸爸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个诗人。可是他很危险，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。我的这些就是想明白他做那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。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，我对不住你娘啊。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。我写的诗，看看写的咋样。来人间，什么是红高？这个我们中国是没有的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吗？预备，开始。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很多次失败，怎么才失败一次就放弃梦想了？是谁放弃梦想了？爸爸相信你，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